即台经过改装的传统卡达车，后轮扭起来固定了后，对当一边骑车运动，一边发电，尤其是打愈紧，电力是愈强。大约打两点钟了后，对当和四十节的日光灯点十二点钟。电费多啊，那个要发出来电吼，啊停掉电费就是啦，哦，安尼啊打较紧吼，那电费都无完，你上去把电费啊补齐。当初是会有设计这种卡达车的想法，就是希望提供年费较悬，欢迎较慢的民众来使用。我常去看公园一寡退休的人吼，啊一寡无在遐遐人力拢伫遐咧运动，哦，啊佫有时啊早上太早去外口运动，定发生车祸。啊，较水呢，做一台只脚踏车到厝内底运动，佫会当节能，哦，佫会当省电，啊，佫减少迄种迄外口的风险。要改装这种卡达车真简单，只要几项材料，全部加加的大约千外块，是又健康又环保。设备的就是要一台，最起码一定要一台脚踏车嘛，哦，啊，脚踏车就是过来就是爱一台发电机，啊，只发电机都伫网路买吼，你若二手的，只要200几的，差不多1000块都买到。哦，还佫加一滚轮，安尼尔。现今电钱起价，为着要响应节能减碳的观念，开来较充足的少年人，只要后壁载一撮发电的电池，骑一撮路就会当欠电来点电火。吼、哦，因为你增加发电，佫也要骑路，当然是迄个扭力也较大，啊，较会流汗。啊，所以你若要，你若有够力，第三载只电池到后壁面，啊，你要出去外口骑骑咧，家己充电，佫转来佫来充电。用这种简单的方式，唔免开真侪钱，伫厝内就当骑卡达车来运动健身，兼顾发展节能减碳，一举数得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